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五宏图》，表演者孔云龙、张九来。感谢啊，感谢朋友们真的热情啊，哎，很热情啊，确实是多帅。我认为应该就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，是这个人活着就得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寻找快乐。您别说，你说哪句我们都觉得挺幽默的，是不是？真是这样。你看我这个人就是啊，我就喜欢探索。我们都知道，我就喜欢就是研究、观察啊，肉体跟钢铁之间的碰撞，就是零件的数量，看谁结实。其实每个人啊啊，每个人这个脾气秉性啊都不一样。那是，有的人喜欢稳重，哦，你看我就喜欢那种刺激，就是越刺激越好。越让我知道未知的东西，我认为我越感兴趣，是吧？两眼一摸黑就是来，大自然真的是很奇妙。我这人就特别喜欢研究。研究什么呢？什么都研究。哦，最近你看我又研究这个蛤蟆，知道吧？什么玩意儿？蛤蟆。它这个学名呢？青蛙。叫声呢？蛤。好家伙，您是住坑里是吗？这都是我的研究啊。这是蛤蟆，很神奇，朋友们，大家伙都见过，但是你们没有研究过它。蛤蟆有什么可神奇的呀？太神奇了！我跟你说，人类对大自然的未知太多太多了。哦，我记得那一次我搞研究嘛，啊，就从那个坑里面，坑里面啊，抓了一只蛤蟆。哎呀妈呀，这么说话真别扭啊！蛤，青蛙呀，啊啊，抓来之后，嗯，放在这个桌子上，哦，放这儿了。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盯着他，嗯，研究他，研究。嗨，哎呦喂，问你什么意思啊？吓蛤蟆一跳。您这不是吓蛤蟆，您就是吓我一跳。嗯，这蛤蟆受惊之后，哇，他可不是原地不动了啊。啊，蹭蹭蹭蹭蹭，哎呦，他窜出去了，是吗？我一量，嗯嗯，窜上去了4米。废话，你这么吓唬他，他能不蹦吗？多么的神奇，是不是应该去研究他？你剁你也麻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把这蛤蟆给他逮回来，哦，放到这个桌子上。当然了，朋友们，嗯，搞科研那是很残酷的，有。拿着那个剪刀把这蛤蟆呀，它不四条腿吗？嗯，嘎嘣儿，怎么给它剪掉一条腿？太残忍了。嗯，就观察又看，盯着它，嗯，研究它啊。嘿，这一次这个蛤蟆就跟上次的反应就不一样了，就是虽然他受惊吓了，但他那个反应就小了很多，是吧？但是这蛤蟆他也受到惊吓了呀。嗯嗯，蹭蹭蹭，这回我一量窜着去了3米。哦，这回改3米了，朋友们啊，科研成果出来了。什么科研成果？蛤蟆四条腿，剪掉一腿之后他就少蹦1米。哦，少一条腿少蹦1米。哎，拿着剪刀嘎嘣，这回把另一条腿给它剪掉，剩2条腿了。观察又看呀，盯着它，嗯，研究它，是。嗨，这次这蛤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反应了。您不是研究蛤蟆，您就是研究我。但是蛤蟆的内心它也受到了恐吓。是，我一直防着呢。蹭蹭，这回窜出去了2米。哦，2条腿2米，多神奇！这神奇什么呀？你剪2条腿，多神奇！赶紧把蛤蟆逮回来之后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拿着剪刀嘎嘣嘎嘣，这回把另外的2条腿也都给它剪断了。哟，放在这儿没腿了。观察它，盯着它，研究它。
你逗蛤蟆干嘛呀你？无论你怎么吓唬他，你怎么恐吓他，这蛤蟆他就不动了。朋友们得出一个结论呢，就是你把这蛤蟆那个腿啊全给它剪掉了之后，这蛤蟆就聋了。这蛤蟆它就是直勾勾的，它就盯着你啊！我去你的吧！我最后这蛤蟆憋出一句：“我去你的吧！”您等会儿，您就拿我当这蛤蟆，我看出来了。哎，您别老研究蛤蟆，这都是研究。哦哦，哎呀，我这人好探索，是我喜欢研究。哎呦，我现在在中国那什么什么科学院。我在那儿工作这么多年。 您这嘴里有袜子是吗？您说清楚，中国什么什么科学院？就是那中国什么什么科学院。我在那儿说清楚，把那叉叉欧欧都换成文字。什么？中国环境社会科学研究院。我是那儿的专家。你不是清华的考贸生吗？还是北大的考贸生来着？对，他们看我考冒了就给我挖过去了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是哪儿的来着？就是中国那什么什么什么科学院。我不是你说清楚行吗？说清楚。就是中国社会中国跟刚才不一样吧。这 title 这不一样啊。哎呀，中国环境社会科学研究院有这地儿吗？嗯，谁说没有？那是我的单位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能胡说八道吗？画家吗？中国环境社会科学研究院。你怎么每一遍都不一样呀？我怎么觉得不是不一样啊？你对我单位，你没有必要去了解我们单位。我在那儿我是专家。你在那儿挂的专家号吧？你专家呢？你专家号干嘛呀？我是那儿的专家，我研究的成果，朋友们，很多人都特别尊重我。今天我跟大家伙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多年我研究啊，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爱吃夜宵的。大家都吃。朋友们，经过我的研究，我的这个得论出来的这个结果，经常吃夜宵的人啊，有饱腹感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研究这么多年啊，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话，真是。那不是废话吗？吃饱了肯定的饱啊呢。哎呀，你我说出来你们认为很可笑，认为很简单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但你们没有研究过呀。这是我研究出来的呀。您就我说出来了你们认为就是很简单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从零到一你知道有多难吗？你知道我下了多大的心思？我整宿一宿宿我不睡觉呀。你一宿一宿不睡觉？我要不熬夜，我要不点外卖，我都不知道这个结果，你知道吗？您一宿一宿不睡觉，从零就到一了。研究啊，什么都得去探索啊，研究啊。我在那儿我是专家呀，我是。哎呦，我太有能耐呢。你有什么能耐？我太有能耐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的研究成果那都保密。保密？那可不嘛，不让说。我的研究成果，朋友们，我们都签保密协议的。你也签了？当然呢。我签的，好家伙，朋友们，我研究那个成果，我跟他们一说，跟我们院长一说，我们院长都惊讶了。都主治大夫也受不了吧？主治还院长？还你是得签保密协议，你这放出来对社会都是危害。倒是你才神经病呢你。不是您什么，您把您的研究成果您说说，您都研究什么？您说说。我研究能随便说说吗？研究多长时间了？您先说。我研究十多年了。十多年？那可不嘛。打我北大毕业之后，好家伙，从学校里边我就研究啊。中间还拍过一电影是吧？哎呦呵，人生嘛，人生百态。您简单跟我们聊聊。您说到这儿了，您朋友们，经过我的这个研究，经过我这个发现啊，世界上万事万物啊都离不开七个字。哪七个字？阴阳金木水火土。十多年呢，朋友们，我研究这个。你十多年就研究一这个？那怎么了？您这是中科院该研究出来的词儿吗？您这往好听的说，你也是个算卦的呀你。谁们家那什么社会科学院研究个什么阴阳金木水火土？我看你就眼熟，你平时你搞业余爱好，
这桥边姐，你给人算卦的是不是？我能是算卦的吗？往好听的说，你也是个盗墓的，你阴阳金木水火土，你听着这就邪乎都。你们不懂，你没有研究过，我这个东西特别的深奥。哦，是包罗万象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离开。那这样是，您给我们举个例子行不行？您举个例子，您说说。我刚才不说，万事万物，包罗万象。你这么着，知道吗？都离不开这七个字：阴阳金木水火土。眼前这桌子，您在这桌子上能找出您刚才那几个字吗？你什么毛病？这乐什么？我以为能出来多难的题目呢。哦，就这桌子。对呀、啊，这桌子当然有啊。哪有阴阳？世界上万事万物吗？哪有阴阳？阴阳、桌子面就为阳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阳光照得到。那什么为阴呢？桌子底儿就为阴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阳光照不到。朋友们，这就是你研究了十多年的成果。我整宿我睡不着觉啊。我研究这个啊，你十多年就研究一个太阳光照得着和照不着什么问题？你看看，你们家没手电呀、啊？这是，我说出来了，你认为很简单？你知道从零到一它有多难吗？我们不知道从零到一，我们没有你那个经历，啥都不懂。你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有没有阴阳？对吧？哪有金？真的有金吗？当然有金。哪有金？这桌子，嗯。这是德云社的，是不是？德云社很有钱的、啊。嗯，朋友们，德云社很有钱，做桌子那都是用金子做的。没听说过，您忒糊涂了。都是金子。我们这是木头的，不是金子的木头。木头。木头。木头哪有金？也有啊。哪有？当然有啊。金木头不行啊。啊，这桌子它是木头的。木头，就是它原先是什么？木头原来是树啊，树，对，树它怎么变成了桌子呢？工人师傅制造，对，工人师傅制造桌子，拿手 K 吃吗？拿手 K 吃，这都是科学家的字眼吗？K 吃，你会写这俩字吗？你就说，可能我说的太文言了，就是他，工人师傅，这就是那个制造工那个奔凿斧锯。对了，嗯，哎，奔凿斧锯是什么的？铁的啊、铁字怎么写？铁都不会写，铁就这边一金字边，那边是有金了。我说有一金字边，对，沾金就算。我们这是科学，我们这是很严谨的，朋友们，妈呀，一点机会这都不能够放过的，知道吗？哦，这就是您科学成果。哎呦呵妈！我总结一下，就是这桌子哪有金？就是桌子原来是木头，木头原来是树，树怎么变成桌子？因为工人师傅制造，工人师傅拿奔凿斧锯制造，奔凿斧锯是铁的，铁有一个怎么写？有一金字边，这就有金了。对，对，你看这个人，他的思路他很清晰呀、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、啊。哎呀，真哎呀，世界的美好真是环环相扣啊。我发现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。我聪明个屁，都绕那么脑长了才找着一金子。哎，这就是我研究的成果。行，桌子有木吗？哪有木？木头。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？水，有水吗？水。擦桌子你不得倒点水吗？对不对？倒点水。这是生活小妙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呢，这个它擦的比较干净。我擦桌子倒水，这是我小妙招。不行，我倒点洗涤灵也可以。洗涤灵不行，那东西越擦越黏。不，我们不倒水，我们就倒洗涤灵。洗涤灵，洗涤灵，洗涤灵，洗字儿怎么写？你这怎么老有字儿的事儿啊你？你得让专家呀、啊，慢慢的去引导他。你这科学家，你都出不了国，真的你要不然你都开不了窍。你这金木水火，桌子没有火，这桌子啊，劈了烧火，是不是？你太糟践东西了，你那不行，劈了烧火不行，我们这好桌子不让劈了，就桌子本身哪有火？有火哪儿？本身也有火哪儿？你想啊，这桌子原先是什么？原来是木头，原是木头，对。木头原来是树，树制造奔凿斧锯，那铁有水哪有火？有火。你想啊，在这个解放以前呢，有一种族人叫随人氏，
这个燧人氏在当初啊，非常的了不起。科学家，我跟你聊不了了，我有点。怎么？燧人氏跟北京猿人都快划等号了，那是跟解放的事儿有挨着吗？那时候解放了吗？以你解放以后啊，你怎么不说端午节前呀、啊？你，我们是科学，我们是很严谨的，知道吗？因为端午节还没到呢。你严谨的扩量太大了。下一个端午节是明年的六月份。你行，你就说那燧人氏怎么着了吧？燧人氏发明的钻木取火，你看看有没有火？有没有火？土不能生火呀！你给我找土，哪儿土？这个桌子原先是什么？木头。木头原先是什么？你给我洗脑来了你！原来树。树在哪儿长的？地上，地是什么地？水泥地。水泥地，这水泥地，这就是诚心。怎么了？啊，这就是诚水泥地地字怎么写？他老是跟科学家较劲。哎、你琢磨琢磨，你说，哎，多么的无知啊！当然了，我能够谅解他，我得慢慢的去引导他。行，咱们换个东西行吗？可以，咱们再说一个。包罗万象，世界上万事万物，什么都可以。哎，全都离不开。那这样，这是我让咱们现场的朋友们随便说出一东西来，你给找出来。全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嗯，朋友们，包罗万象。行，太好了，因为这是我研究的成果呀。来，朋友们，咱们生活当中信心找一个大家伙常见的，是。来，大伙说，找一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来，二叔。手机，手机有阴阳吗？手机哪有阴阳？手机啊，手机，你看啊，这个东西。你乐什么吧？你手机哪有阴阳？手机啊，有屏幕的那面就为阳，没屏幕的那面就为阴。咱这手机有屏幕吗？咱们这手机有屏幕吗？没有。他说的是手机没屏幕。手机没有屏幕。没有屏幕。没有。这是啥手机？我也不知道啥手机，反正他说的手机没有屏幕的手机。他，你不管他有没有屏幕，他是不是有反正面？对，他们说有。透明的手机，他是透明的手机。透明的手机。透明的，啥牌子的呀？这是啥牌子的呀？什么牌子的？夏利的，对，一个夏利牌的手机，夏利牌，哎，夏利牌的手机，对，哪有阴阳？有阴阳，哪有阴阳？有阴阳，就是夏利牌的手机，它就是没撞过它就为阳，撞过它就为阴。哎，这夏利牌的手机有金吗？有金呢。哪有金？有金的。等会儿，夏利牌的手机，你看它毕竟它是金属的嘛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咱们这是金属的吗？你别着急，我给你问问啊，咱这个夏利牌的手机是什么材质的？大点声。塑料的。一个夏利牌的没有屏幕的手机，嗯，哪有金？有哪有金？有金呐、啊！哪有金？这太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啊，因为这个夏利牌的这个手机，夏利牌手机，它是天津产的。天津产的？对，它就是天津产的。我等会儿我问啊，这夏利牌的手机是哪儿产的？邯郸产的。注意，科学家注意审题啊！现在你的题目是由他一块儿给你，是一个邯郸产的夏利牌的没有屏幕的手机，哪有金？塑料的哪有金？有金的啊！这个咱们邯郸能产这样的手机，那绝对是限量版，含金量很高啊！
行行行。你别着急，我再给你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朋友们，咱们找一个难一点的，不好找的那种。你看这个，他说阴阳有正反，就有阴阳；他这个有左有右，就有正反。咱们再说一个，什么？孔云龙撞碎了就为阴，没撞碎就为阳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什么？篮球。开动你的大脑，好几百人难为一个科学家。你看，篮球好找，那能拍就能为阳，掉地就为阴。咱们找那不好找的，特难的那种。什么？空气？他说空气，就是站起来给大家挥挥手。对，就是你，空气。对，空气哪有阴阳？空气。哎，空气这很好，邯郸的空气啊。我叫邯郸的空气。什么邯郸的空气？对，邯郸的，邯郸的空气它就为阳，这就是你到了邢台就为阴。那要是邢台的空气呢？邢台的空气就为阳，到了邯郸它就为阴。你这个油腻的嘴脸。来来来，朋友们，咱们好好找一个，想一想，开动大家的脑筋，想一个不好找的那种东西，咱难为他。兄弟，咱俩一个单位的。我喜欢你当科学家的样子。什么？来来来，大点声。什么？什么？瓶装水。瓶装水。苹果？不是苹果，苹果。瓶装水。哦，瓶装水。瓶子的材质是什么？塑料瓶子里面装水。哎，对。水得是透明的，阳光一照就照透了。嗯，瓶装水哪有阴阳？有阴阳。哪有？这个瓶装水这个东西它能解渴。对，瓶装水这个东西呢，它必须就是每天，对，嗯嗯，你喝下去它就为阴，你不喝它就为阳。对吧？咱这水喝吗？不喝。这个水不喝，这个瓶装水在哪儿？甲醛超标的一个瓶装矿泉水。等会儿我得问问，这水不能喝，这个水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夏利里面，他说。我非得死在夏利身上。你注意，夏利里面有一个甲醛超标的。塑料瓶里的矿泉水是你放那里头干嘛呀？你它在夏利里边它就为阴，你拿出来它就为阳。我不问这个，我问金吧。这里面哪有金？有金。哪有金？注意审题啊。嗯，夏利里面有一个甲醛超标的塑料瓶的矿泉水，哪有金？你讲它甲醛超标。你等会儿别着急啊，这个它是拼音啊，那个甲是基一啊，那个全是七余安超标。嗯，什么超标？超标？超标？标字儿？标字儿没？标字儿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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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标没有？哎，没有。它在夏利的里边哦，它是哪儿产的？邯郸，它这肯定是限量版啊。没有，你别给我弄那个。我们这儿我们不生产水，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。没有，我们就是一个单百福哥一夏利里面有一个塑料瓶放着甲醛超标的水。嗯，哪有金？有金。哪有金？哎，那这太有金了。哪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放在夏利里边。对，夏利可不是金属的吗？夏利不是金属的，塑料的。塑料夏利里面有一个塑料瓶里面装着甲醛超标的水。哎呦，你题目真难说。哪有金？我不想当科学家了，我想做一个普通人，我认为挺好的。不行不行，有些人生下来就不普通，你给我找出金来。哪有金？有。哪有金？有。哎，这个你要说今天喝不行啊。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。那不是，你得找金。金哪有金？有金。哪有金？那当然有金了。哪有？我跟你讲啊，它放在夏利这个里边，
对不 对，一个矿泉水是是弄在这里边，对，完了之后呢是不是得花钱买啊？不花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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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家伙，这钱有金子边，不花钱，我预判了你的预判。不花钱吗？我们这是这个对不对？这他怎么来的呀？这是 Q 币，我们花 Q 币，疯了，我们这是300 Q 币，等会儿我三百 Q 币，欢乐豆都行，300 Q 币，300 Q 币，买一个塑料夏利里面装的塑料瓶里面甲醛超标的水，水对，300 Q 币啊，对对，300 Q 币买了一瓶，对。好家伙，你要跑是吗？你不是，我不要跑，你来说说哪有金？有啊，300，这买它这是金融诈骗呢、啊，这是。我这你都不能够随便相信，你知道吗？行，你都能找得上来啊？这人你行，我再说一个，我再说一个，别说了，咱来一个，我不想当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我现在觉得这个游戏玩得很嗨呀、啊，咱们来一个红果，嗯，山里红。山里红，山里红，山里红，这好找，哎，这好，山里红，红的，红的就为羊，全是红的，山里红嘛，红果嘛，全是红的，哦，哦，你们吃的那个山里红全是红的呀？你跟我这儿卖什么萌啊你？那可不，山里红这全是红的，哪有阴阳？全是红的，全为羊，阴呢？咬开了是什么色的？白的，为阴。他给咬开了，哎、他的。你看看，我要说一西红柿多好呀、啊！我这，你这么着，你给我找金。金有金吗？有，当然有金。哪有金？这个山里红熟了之后呢，它自己它掉不下来。对，你得去摘去。得摘呀、啊！哎，你就是拿什么玩意你给它摘下来了？拿一个棍儿敲下来，拿棍儿敲。这个人想法真的很奇特，是，就是山里红熟了之后，他拿这个铜棍啊，他一敲，哎，完了就敲下来了。没有没有，这个你真的你太幽默了。铜棍干嘛？竹棍，竹织物竹竹棍，竹棍竹棍，没有金子边，竹棍竹棍也可以。嗯，竹棍有那山里红，它长得比较高。对，哎，竹棍太短，有时候够不着。嗯，怎么？哎，上面绑一个铜锤，完了之后。我揉得动吗？我竹棍上面还有一竹棍，俩竹棍，俩竹棍，俩竹棍也可以。嗯，俩竹棍中间呢，你拿那个铜丝儿，哎，你给它缠上。完了之后，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？你怎么老离不开铜啊？你，我中间拿透明胶带纸，透明胶带裹起来，黄胶带裹起来，俩竹棍透明。不是，你不能，是你给它打下来。对，打下来，打就是弄一地。弄一地方，你是不是得弄回家呀？弄回家，你是不是得拿回家呀？是是是，你拿手拿呢，才能拿多少？那怎么办呢？你弄一个铜笸了。你我真的，我今儿非死这铜是没有，我们竹笸了，塑料盆。你大熊猫啊！你那么爱竹子呀？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花花的世界，我喜欢。就是竹笸了，是竹笸了，竹笸了。多不来，你弄回家之后那么多，那么多，你一人你吃不 了，吃不了我卖去，是不？哎，这你卖多少钱？我卖一块片儿，一块片儿，哪有金？一块一哪一块片儿？一块片儿，这上面有一溜小字儿，写的是中国人民很行，很行，哪有金？哪有金？有，你想，他这个这是一块票是哪儿出的？中国人民财政部，财政部哪有金？财政部他是管钱，他不印钱。那工厂印的，工厂拿什么印的？机器，机器是什么的？橡胶的，橡胶哪有金？有金，哪有金？你想啊，啊，红果你拿回家之后，对吧？能做什么呀？糖葫芦，糖葫芦，糖葫芦，在那上面有加馅的。嗯，那个口，你是拿什么给它拉的？拿馅勒，拿一个棉线勒。那个籽儿，你是拿什么东西你给它剥出来的？拿指甲盖抠，指甲盖抠。你太脏了，我又不自己吃，我不是卖去吗？我不是。那别人吃坏了肚子也不成啊！找大夫瞧呗。
对，找大夫瞧。是是，这是很明确的。嗯，找大夫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医生。行行行，叫金铜铁。好，不行，这个医生，我跟你说，没有，没有，特别熟。这是大夫吗？这不是一电工吗？这，我们有大夫，我们的大夫叫林木森。林木森，林木有木了啊？我不问木，我不问木，我就问哪有金。有林木森，林木森这听着这像一个就是中医。对吧？不对，不，他给你开这个药。不，西医，我不能跟你一样，西医，中医那玩意儿金字边太多了，西医也可以，西医也好，哪有金？有金，你吃坏肚子，你得赶紧瞧啊，特别的严重，医生一看不成啊，这得做手术啊，给你拉到手术室之后，打开那个无影灯，对，裤子给你吞起来，给你拔罐子，哪有金？西医，对，吃坏了肚子给你拔罐子治根儿，这一下就都痛快了。治根儿哪有金？有金，哪有金？有的金糖，哪有金？对了，糖葫芦你得熬糖啊，得熬糖、啊、得有糖啊。对，你拿什么锅熬的糖？拿这个沙瓢。沙瓢，他太坏了，他问你什么锅，那锅有金字边，他等着你，没有沙瓢。沙瓢，沙瓢，沙瓢，哪有金？有金，哪有金？有金。金，你想这个山里红，对吧？对，山里红这个糖葫芦这是一种，是，还有一种叫什么呀？叫大挂山里红啊，也有，就一串嘛，在庙会上经常能够看得到，看得见。在过去庙会上，你想一大挂山里红，这一串啊，是串是多少颗？一串是108颗。对，这说对了啊，108颗，这108颗它代表的是什么？那我不知道啊，这我告诉你，代表的是108将。那没有金呀？108将里面有位大英雄啊，叫武松。武松也没有金。武松的嫂子叫什么？潘金莲啊，有金了。感谢大家，真的是朋友们，真的是太热情了。确实，到了这个时间段呢，说明一个事情。什么？说明楼上楼下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啊，你们的钱就全花完了啊。现在都是赠送的了。现在喊退票有点过分了，真的是，接下来呢就是送的了啊，哎，都是赠送的了，啊、真的跟优酷的朋友们打打招呼，哎，优酷的朋友们好，优酷今天有优酷的老师在这儿录像，对，过两天我们就上网路了，我们啊，真的来到这个邯郸之后呢，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之前的时候德云三宝。我们是这个B组、哎、啊，来过这个邯郸，还有张云雷的个人专场，哎、嗯、啊，也是在这个剧场，哎、还是2018年的时候了，老早了啊，在这演出。其实你看张云雷啊，我们这就是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对啊，像他们这个德云社分这个八科学员嘛，啊，是是是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嗯，云字科的呢，基本上跟的年头都比较多一点，哦，都比你像他叫张九来，九字儿，九字科的嘛、嗯，就后来的了，这都是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认识我们先生的时候，郭君德刚先生，那个时候是零，你看你说一郭君德刚那孩子都不乐意，这代表对老恩师的尊重嘛。子不言父，徒不言师，说老恩师的名讳咱也得规规矩矩的，好，哎，毕恭毕敬的、老恩师郭君德刚先生。好家伙，您这一下这师傅失踪哪儿去了？这是、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认识老恩师，2004年的时候就是把工作辞了，正式加入德云社。咱们当门童这也还说的挺认真，还把工作辞了。你别给自个儿贴金了你、其实很多朋友认为我孔云龙可能出身比较显赫，对，没有，哎呀，没有，好家伙，一句跟不上都不行，差点滑过去、那个时候德云社其实也没有这么大的名气，对，嗯，你要说开专场上外地来这种开商演、不敢想象，那会儿没有，那时候德云社小剧场里边那人最多的时候也就4-5位啊，啊，那时候老恩师还天天演出呢，天天在。我老恩师那时候天天演出，德云社有4-5位观众，票价其实很便宜，多少钱呀、那时候10块钱一位，10块钱。嗯，可不，孩子你别哭，真是10块钱，你知道吧？好像我骗他似的，你知道吧？孩子不乐意了，孩子。啊，我说10块钱，这孩子，哎，我怎么那时候没买票啊？啊，
10块钱，朋友们，那时候买了之后还送你茶水，送你小吃呢。这小吃得多难吃！进来之后你就随便坐，爱坐哪坐哪。废话，四五个人那么随便坐，也不分前后。我记得最惨的时候来过一位观众嘛。哎呦，来过一个，这是2004年的时候。嗯，那个时候我印象我特别深，那时候就坐正中间，真的美女就坐你这位置 ，C 位啊。还差2分钟就要开演了啊，就来一个人。后来我们找老恩师，跟老恩师说，嗯，师傅，还差2分钟就要开了，就来一个人。眼神是不是高了一点啊？你要不想干，你别带着我。不是，咱们真实一点。平时啊，师傅还差两分钟就要开了，咱还演吗？就来一个人，嗯，一个人肯定不好演的。对，要不然给轰走吧。别轰走。老恩师也是，孩子哪能那样、啊、对，一位怎么了，一位也是咱的衣食父母啊。好话，知音不在多，一位胜似百位、嗯、不但演，而且好好的演，一位咱也得围住了。对，人家听得好，下次来人家带一朋友来，就2位了，挣20。2位人家要听得好了，人家再带朋友来就4位了， double 20。4位听得好，人家再带朋友来面变成8位了，好多钱呀。他就跟我们就说呀、啊、孩子们，8位呀、啊、咱没有经历过那种场面呐、啊、你知不知道，那跟开演唱会就没有区别了啊。8位就开演唱会啊，好好的演。嗯，告诉音响师灯光师，啪啪灯全打开了。嗯，那时候后台算上主持人一共15位演员，嚯，就伺候这一位，大型的社死现场。我师父一上台跟这一位就得交代清楚了。说什么？就告诉他，嗯，好好听相声，别闹事儿啊，我们这要打起来你可不是个，我们后台人可比你多，你看，就是玩笑话。嗯，我师父爱跟观众朋友们互动，其实就跟一家人一样，哈哈一乐的就挺好嘛。嗯，虽然说是玩笑话，这位还真听心里去了，真没敢闹事啊。他不敢，不敢。你想，那哥们儿喝了2壶茶呀，连厕所都没敢上啊。他也知道他不能够上厕所啊，他要一上厕所没人了，净场了，空了。台上的演员给谁说呀？给桌椅板凳说去。嗯，还挺好，但是中间也出现一个小插曲。什么？那哥们那个手机响了。哦，来电话了。他那声音还挺大的，那手机铃声。嗯啊，整个剧场里边都他那个手机声啊，回声啊。一看来电话，家里来电话，也得接呀，万一有什么事儿呢？对对对对。拿着这个电话、嗯、也很尴尬。给来一死道吧，不好意思，哦，家来电话，可能有什么事儿，对不住啊，你们先等会儿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一电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住啊，喂。哎，还没在家出来了？没出去瞎混去，我能上哪儿瞎混去？我出来玩，听相声来了。我没骗你，我什么时候我骗过你？我真听相声呢。啊？怎么那么清静？就我一人儿。我没骗你，我真今儿花15块钱包场。今天太惨了，这也就在那个就是那个德云社，嗯，就那个谁，就是那个郭德纲说的那个。对，哦，你不认识？我也不认识啊。嗨，不是，全当我也是走的，我也是撞进来的。我真没瞎混去，我真听相声的，我什么骗过你？等晚上回我再。晚回我再告诉你，先挂了吧。我真听相声呢，我啥？你挂了吧，等晚上。不是，
你挂了吧，你不人等着我呢，人家晚回我再给你解释，你挂一会儿人揍我了，一会儿废话，你太难了，继续朋友们就跟大军阀一样啊，他说演就演，他说停就停，就这一人花10块钱，操控德云社所有的演员。朋友们，现在提起来这是一个笑话。那个时候我师父心里边也很酸，难受。有知道的朋友们都了解，我师父7岁学艺，那年也30冒头了，干了这么多年才来一个人，一个人我老恩师也在坚持，一个人我老恩师也在努力。没有我老恩师的坚持，没有现在的这些个徒弟们，当然没有在座衣食父母的大力支持，就没有德云社的今天。对，我们小哥俩规规矩矩，干的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朋友们，真的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，老我们那个时候都不敢想，德云社能跟现在似的这么火爆，能有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，喜欢我们德云社，难呀。那老恩师也没有想到能这么火爆，确实，真是，人的命，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这两句话你理解的最透彻，这你最透彻了。先歇会儿，好吧？你先歇会儿，好不好？你先去歇会儿，真的，我跟观众朋友聊会儿。真是这样，时也命也运也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蜈蚣百足，行不及蛇；灵鸡有翼，飞不如鸦。马有千里之程，无人不能自往；人有凌云之志，万事不能够长大。云起龙乡，来日方长。龙的家乡，龙的传人，吃俺老孙不放！希望大家能够开心，能够快乐。希望大家能够开心，能够快乐。音乐起早了，我的寒窑赋还没背完。关键你要来一遍，我也得来一遍。行了，真的是，哎，再来一遍。三哥，你听我，你来一遍，咱给优酷的网友朋友们留一个精彩的版本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还要我重新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时也命也，你等会儿我下去。哎，真的是，就跟没看过一样，就跟没看过一样啊。后边我说到那个词儿的时候，然后再起啊啊，真的是时也命也运也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蜈蚣百足，行不及蛇；灵鸡有翼，飞不如鸦。马有千里之程，无人不能自往；人有凌云之志，飞运不能够腾达。文章盖世，孔子困于陈蔡；武略超群，太公垂钓渭水；道够年幼，不是善良之辈；颜回命短，是非凶恶之徒；尧舜至圣，反生不肖之子；瞽叟顽呆，却生大圣之儿；张良原是布衣，萧何成为县吏；晏子身无五尺，能做齐国首相；孔明卧居草庐，做了蜀汉军师；韩信手无缚鸡之力，封为汉朝大将；冯唐有安邦之志，到老半官无封；楚王虽雄，难免乌江自刎；汉王虽弱，却有万里
江山，满腹经纶，白发不地，才疏学浅，少年登科，有先富而后贫，有先贫而后富，蛟龙未遇，潜身于鱼虾之间，君子失时，拱手于小人之下，天不得时，日月无光，地不得时，草木不长，水不得时，风浪不止，人不得时，利运不通，改人生在世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欺，此乃天理循环，终而复始者也。云起龙乡，来日方长。大家开心快乐，吃俺老孙不放。特别的感谢大家，真的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快累死我了，你歇会儿歇会儿，不行，喘不上气儿来，你知道吗？陈，我也爱你，真的，感谢朋友们，真的非常的谢谢大家伙儿这么喜欢我们德云社，这么爱的，歇会儿歇会儿，不行，啊，一点都不累，嗯，真的是，咱们再来一次是吧？没戏没戏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儿咱们是一盲盒版，盲盒版挺好。我认为大家伙要是开心的，我们演员比您诸位还要高兴。对，真这样。以后的再有机会呢，还来到咱们邯郸，然后这儿演出，希望朋友们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德云社，然后喜欢我们德云社这些个所有的演员，啊，真的都挺好。下面呢，啊，不走了，今儿肯定是不走，我们得住一宿，明儿再回北京。啊。真太热情了，真的太热，我们也想上各位家里边呢住一宿去，啊，因为都是家人嘛，都是家人，住不过来，住不过来，啊，谢谢朋友们，咱们给大家伙儿再唱一段吧，好，唱一段，唱一段快板《同仁堂》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嗯，两人拆唱一段吧，嗯，好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呼哧带喘的，一点都不累，是吧？卖力气嘛，对对，嗯，开心快乐。一进大街十里长，眼前来到了同仁堂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，这个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。药王爷上边坐，十的名医列两旁。先拜药王后拜你，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，这个药王爷本姓孙，骑龙跨虎手捻针，内科的先生孙思邈，外科的先生华佗高，这个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，正宫伯母得了病啊，走线号墨治好料，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啊，两针扎好了龙一条，万岁一见龙心喜，亲身点他在当朝，封他文官他不要，这个封他武将把头摇，万般出在无忌奈，那个亲身赐他大黄袍。在一旁怒恼哪一位呀？怒恼了竟得老英豪，这个微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，你为何不赐大黄袍？一把钢鞭拿在了手，手拿钢鞭赶黄袍，这个药王爷妙法高，脱去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稿，黎明作兴才把香烧，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，您这个兰柜3尺3寸3分高，这个一边供这个压药碾，这个一边供这个炸药刀，炸药刀亮堂堂，这个几味草药您先尝，先炸牛黄与狗宝，后炸槟榔与麝香，紫霄墨药是姐俩，这个被母兵骗有大黄，桃仁陪的杏仁睡呀，二人躺在沉香床，睡得三更交半夜，胆大的母贼跳金墙盗走了水银50两，这个金毛狗儿叫汪汪，有鹿茸去送信，人参这才坐大堂，佛手抄起甘草棍，这个棍棍打在陈皮上，打在陈皮流鲜血，鲜血甩在木挂上，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的地溜圆，狗皮膏药贴风寒，有一天丸二十丸
有三神丸，这个槟榔四焦丸，五虎丸，六神丸，七星丸，这个八宝丸，这个九龙丸，还有十全大补丸。我有心接着叫名往下唱，我唱的名也唱不完，我唱的是啊，愿诸位身体健康，福寿双全。哎，感谢朋友们，下面就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一首歌曲，我们的恩定秀。等会儿把这话筒打开了，已经开了吗？喂喂喂，一二三四，好啊，好，奉献给大家，好不好？这“喂”的意思就是证明不是假唱，是吧？绝对不是假唱。好，来，音响老师，音乐。倦了吗？站直了，变了吗？别管它，翻了捋一下头发。累了吗？别趴下。倦了吗？站直了，变了吗？别管它，翻了捋一下头发。你还哭什么？这里有我撑着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和你一起傻。没有风里子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让我们。接下来呢，也不是光我们两个人，还有其他的朋友们、演员一块儿都请上来，好不好？跟大家再见一面，好吧？来，哎，感谢。
来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员吧。哎，这我一个师弟张潇霆，张潇霆，我这师弟也是陈九福。哎，这个好，孙鹤宝，孔九点，这是张金山老师，张鹤文。真的还感谢朋友，咱们给大家伙再一会儿唱一段小曲儿，小曲儿吧，好，好不好？哎，啊，这个我们唱一个劝善歌吧，来，来。混沌恩出分，实在难消啊！谁知道地多厚，天有多么点的高啊！日月穿梭催人老，有生命把力劳，难免死生路一条。八个字儿造就，命也该照啊！八个字儿造就，命也该照啊！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，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，争的什么多，来论的什么少，冲好汉逞刚强，金银财宝梦荒凉，倒不如德云社开心笑一场，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。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您有序离场。